杨素去哪儿了？会不会葛老让他先去洛阳呢？先去洛阳。大人，我们何时出动？我会先打一会儿，我们不急。 高将军，这一路匪患严重，是否再往前进发，以保阁老安全？林将军，过来说话。是。当天穿着，还有汉服官，早已就位。徐阶部队将至洛阳。 准备。是。
前方探子来报，有一伙倭寇半路将阁老劫持。林德，念着我们的交情，赶紧离开这里，以免伤到你。大爷，倭寇看来早有准备，咱们撤不撤？阁老还在后边，我们怎么撤？梁虎，让你给高殿兄送的信送了没有？会答应。信都送到了，但是高剑兄一直没回复。这个兔崽子！大爷，钢铁是怎么知道咱们在这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大爷，要不护着你先退。我告诉你，阁老有任何差事，咱们俩谁也别想活着回去。宁德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，杀！呀！别干！梁虎，先稳住！施主，为何拦住我们去路？不管为何，想要过去，先过我这关。收！你怎么来了？徐大人，后面。
宁德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可不赖我。高剑兄，你还等什么？城门到，你来干什么？弓箭手，保护阁老。文道，停止放箭！高剑兄，杀倭寇！准备，放箭！洛阳，